开始看到2015倒数计时，全台各地呢跨年晚会是越晚越嗨。透过中央新闻镜头，我们带大家到各个现场感受跨年气氛。而首先我们来看到全球第一个倒数迎接新年城市呢，就是全球的夏季烟火，就在澳洲雪梨。叫做 Bioman 送给你们，掌声欢迎！哎呀。Thank you.
您看到是2015年的雪梨跨年烟火，估计呢现场是吸引到160万人都到现场来观看，而且刚也看到首度是出动无人机飞到300多公尺高的高空来拍摄，整个画面呢非常的壮观，同时及时向全世界来放送。好。